是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保养的重点是什么？当然是保湿啊。对啊，因为保湿真的非常重要，唯有做好保湿，让皮肤充满水分，你的细纹、你的肤色不均、你的那个什么这什么的才会解决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嘉丽宝 Nebel 最有名的保湿系列，他们知道玻尿酸对于皮肤的这种水分是很重要的，可是玻尿酸怎么样能够持续全新的 Do Superior 里面呢？他们就用了激活玻尿酸 Alpha 这个成分，看起来好微哦，那个眼影会在上面跳舞。它虽然很浓稠，你会觉得它吸收的很快，它很好吸收。你看它刚才还可以在手上跳舞，但是拍拍它吸收进去了。缺水形成的微发炎都会有很好很好的改善。我这里呢也有另外一组明星商品，话说一百遮三丑，开箱这个嫩白的修护系列。现在呢，他们推出了这个大写系列的 Carnival， 它强调的是进一步保养的概念，时令，它会把保养品分成一天、一个月、一年，或者是一生用的保养品。这一瓶哦，它这瓶嫩白精华，其实它强调让你的皮肤烹润。变嫩，然后变透亮。它这个用完，皮肤都变嫩嫩，咕溜咕溜的。周年庆还有就是要看他送什么。你讲到重点了，对，觉得像我们这些婆婆妈妈，就是想要看送什么最重要。什么？就是婆婆妈妈的好朋友电动滚轮棒。听我要讲什么？不用手动，它可以用电动的。你就觉得真的太超贴心。它这个赠品是有限量的，还有这个，它这个牌子扩香很厉害，因为我家里面自己也有用过。这两个赠品是二选，一定要赶快赶快在第一天，或者是赶快你现在立马看到影片就赶快去柜上跟他登记，否则我跟你讲，那赠品很快就没有，对，都不多。的确，现在的赠品真的都越来越大方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